你要先去搞，我先补补。发鱼啊，看人要吃什么不？那个。那我没吃。八八鸡蛋。啊？你讲什么？这全吃了不？哎。我看咱们全在补啊，先买不？这鱼，这吼发油个不？这海产啊，一个水饺上加无三百五十块，这两个水饺都七百。 两个人加买，唔免七百，卖五啊五啊，免啦。五百你话买袂着，这第个十二啊，听好无？安尼拢无啊，一个人加包顿了好无？两个第二个你卖加做啊，送钱加钱先啊，积分卖你，积分我留个啊。三百块好了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只包顿个三百了啊，来三百块了，三百块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，三百块。你讲，你去请下这个好者。 讲真心话哦，积分股你看嘛，这目前头前这人加到三百，你今仔买上车，今仔日积分股你冰箱冰下去无？啊，你冰下去哦，200块了，好贵啊，200了，好贵啊，200了，像你想好伊啊，真正像你安尼200块，好哩呢，好哩呢，这果冻哦，这。 两个人加饼子第三，好，两个人，两个人加茄子了啊，第三你卖茄子就，我要金刚啊了啊，我不爱着急哦，你有你就加两个哦，两个包同个了啊，拢免等啊，五块了，来五块送我，你包加两块，你干嘛？真是，我爱走，包加包，你若袂买，我要紧要滚啊，好啦，无啊啦，好，遐个是滚你，遐个加过无，你袂买。 你家先看无啊？你加上，睇下佮无啊碰。但这饭桌遐讲哦，这食无遐你就其他现无啊。这餐厅五条啊，安尼十条，餐厅只要上到无几啊个，食无遐退钱几啊个百五，免开一百了。来买一百来，这五条佮送你，等下，这十条拢安尼。这饭桌遐讲，这全部几十条，开一百了。来一百块上面只，一百了，包。开一千。最好介绍咩啊无？一百块，这真正无啊。这我免介绍，像这啊，一百块最好介绍上面只，加加同一百了。 一百块最好，这上面只给个同一百了，一百块。来，阿哥有要吃啥物无？阿姐你要吃啥物无？桌顶只坐咧，哪会无啊？啊？可以，这菜了无啊？青椒面，这上来。 这菜市啊，我讲真正，我蛤蟆袂晓坐呢，我毋知还蛤蟆点么菜市行情，一斤偌济，我真正毋知。这全部啊，八个人加包顿，十块咯，才八个包顿，十块安尼条。七个，七个好啦，七个好啦，家己算啊，七个啊，七个啊，迄两个啊。四个。哎呀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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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
还有开一只咩？你们桌上那些有没有介绍？你像我装饰客户，你有没有介绍？没聊过啊，装饰客户，我来画一包国王他们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姐啊，你啥时候讲？这讲完这福建乌地吧，这菜价是几百块哦，这全部我那都要五斤九百块，全部五个装包啊，五个人客啊，好，还听无？三百二啊，五面五个，我讲完无一只客进来卖啊。一百嘞，来一百块，上面就讲完全部五人去左边过去就开一百。来一百块，上面就开一百了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，包括一百个，要食讲完嘞无？一百块，拢有啊，谢谢。哎，阿姐，你也这样玩出来？我甲恁请教一寡小问题，桌顶遮所有物件，想要食啥物物件，你只要点来，我就互你送啊。来，想要食啥，手举来个。到底叫什么介绍？你讲，阿姐，你有买什么物件？哎，谁让他晚上来？对，今天来。你买什么物件？你跟我讲。你喜欢吃什么东西？你点几样好不好？点几样，我给你换一件。想吃什么？就是这个霸气啊。这霸气吗？霸气，霸气。都没吃，还是要吃 OK， 还是要吃碗？哎，你还有你之前卖的那个吗？什么？
就白痴。你知道我讲的什么吗？我知道啊，今天给那边给你查，我今天在讲，我今天忘记带了哈，给你查一下。来，咸猪肉真系无话讲，好平。怎啦，咸猪肉咁高？啊，你要穿啥物？那咸猪肉，这边他们炒拢做好食啊，乌白煮乌白好食啊，好啦。这外口你来餐厅，这条食到山拢爱超过三四百块，两条来六七百块。我咸猪肉你也食袂下，全台这个猪肉你往哪免吃啊？我讲真正，那我这种咸猪肉，老猪500来买过，大家通行知啊。全部上车，这两条卖1800-500，全部免。金龙三四五六个人客，九片，你无物件啊？四个饼子1800拢免，先客先聊。200块还可以，我拜。咱要卖什么？我就是看来了，没有。来拢走啊！来，我先变一个帅哥。帅哥，之前有没有来买过？没有，第一次。我包给我，你给我包给我，直接贵包旁观，贵包旁观。来，你先给钱的先聊，好、哦。因为吼、哦，我小可挡袂住，春节回来卖啊久，我小可挡袂住，好、哦、拜。我小我甲吹一下，小我吹一下，这叫干贝麻油鸡哦，啊，来听好，这餐厅一只拢啊才600-700的哦，我全部五个人计只，加干贝，加迄个加干贝，迄个干贝麻油鸡啦，一只卖就1000，卖就800，你钱起啊起来，我从来冇算啊上哦，全部五个客钱先客先聊，500咯，这妹妹讲你笑。一包叫鱿鱼肋肉串哦，这外口出一只35，你要注意听我讲话了，你唔好干来伫遐笑，你要注意听我讲话了。这只阁送你哦，全部五个你要听好清楚哦。这只叫酸菜白肉锅，我这是有料，这是汤头，有个人可是卖汤头，我这是有料，有猪肉，有酸菜哦。这外口出一只45，这只阁来，好呀。啊，物件先客气哦，这只阁来，这只阁来，啊，这只阁来，这只阁来。五个客钱就好啊，第六个你千万莫客钱出来，1800唔免，全部五个拢无啊，上千客八种，500好来500块了，来500了，来500了，这一开500了，来500了，来500好了，来500够要吃无？500，500好了，500，500好了，我咧千客，你买一个袂贵个，怎么？其实真哦，无了钱。赚一点点，赚一点点嘛，吼！啊，你先给钱的先赢，五岁你搞买东西吼。讲一句心内，我甲你讲我的心内，我是真正足无想要送你，我真正足无想要送你，我要后悔了，我足无想要送你。这青干贝哦，这只300块，该食了无只399。全部五岁客钱啊！我真正足无想要送伊，我要休困啦。五岁你变成老婆，马上随手个，连互你考虑的机会拢无啊！500好，来500了，来500了，来800，500了，来500好，来500了，来500了，来500了，来500好，我要吃500了。我去收起来了，物件收起来了，你收起来了，简单就好。紧收物件，紧收物件，哎，紧收物件吼，来快收哦，我们快收。啊，这吼，48秒吃我多，哦，我多，来收起来，来收起来。来，再来要搁食啥物物件？其实讲真诶啦，恁手头该买，恁拢买满满啊吼，恁条意思无？来，我今天我来买一个，这卖一个无同诶啦，好无？来，这猪肉敢好？猪肉，猪肉敢好？中部啊？啊无，你想是啥物物件？你内底有啥物物件？这铁板猪肉，这当然要炒，吼、哦，要炒。哦，也是讲哦，要炒啦，吼，炒饭、炒面、炒洋葱、炒沙爹，包括你个炒啥，炒硬菜啦，反正这个沙茶酱拢做好食。哦，你个收掉，帮我收掉，还要收掉。这海产啦，炒一包才200嘛，吼，这两包都400，安尼都400好来。我全部就三个人加买，好无？四个人加买，好无？五个人加搞买，敢不？六个人加买，好无？好啊，卖个鸡啊，卖个鸡啊，这包我食免钱的送，免钱的送，哦，安尼个嘛。
六百块、五百块拢免啦，二次啊，五个人去就好啊，先给钱的先领，再过你好啊，再过你，我帮你看几包，我给恁报过去。这就用五包啦吼，全部四个平钱，第五个卖平，因为这拢无啊，两百块了啦，一个西地而已啊，两百块，一包四十块，看你要对咩只啊，两百块了，来两百块，加钱分落，大分个一个来两百块，叫无，两百块要一个，紧来包包糖，最后一个送要一个两百块无，两百块少一个了，两百块，铁板猪肉两百块了，紧找钱，卖拢看了，两百块最后最上要一个，帅哥你今日买啊济啦，今日买啊济。安尼啊，伊第一个钱啊，即做无好，你食起哦。后尾包包定，即包都送，送两包，送三包吧。安尼两，吼，总起啊拢无，拢我提过，全部拢，吼，全部拢包过。我就无买啦，无我就买个炸蛋吼，来试试。这哦，这下车就好了嘛。我放这里就好，来下车了。来迄个，还佫有啥物？还有什么东西？啊，这里面佫食啥物物件哦？这个有无？这包你起来，我袂买。都无啊，这包叫红烧狮子头的佛跳墙啊，好，一个人摕一包回来啦，我一个西掉恁摕过倒来啊，啊我还佫炸物件回来，啊紧好啊，啊我花恁若钱无变，我收起来啊，啊其他我拢会佫逼迫人只要佫较俗一寡哩，好吧，来，这包是两公斤的啊吼，料济汤头佫好啊，吼，因为我拢要卖到过年，你看你桌顶这拢要卖到过年啊，这种信用就是好要卖到过年，这包餐厅红啊保鲜膜封起一只，吼，凊彩一个，迄个佛跳墙出来，你若想这五人。五六个人吃的这吼，一点拢要六七百块啦吼。我全部五个人去，唔免招五百，卖四百、三百，唔免五个人去吃，咱买一包了。两百块了，来两百块了，来两百了，来两百块了，来两百块了，来两百块，来两百了，来两百块了。两百块你想要骗？来两百了，来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，来两百了，两百块够要吃无？两百块，两百了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。够买个啥物嘢咯？来，你袂晓买伊啊贵，我甲你教好。你物件先起来，我不。你既然袂晓买，我教你名买啦。阿你等下袂？哦，来去个。这个就是讲，这三百元，煮汤、煮面、菜头汤，凊彩你煮，凊彩好食。再加一斤百二只五斤，六百块。全部十个人客包动的，一包我了钱卖你了，一个人再买一份了，二十块了，来二十块三百只包包的，二十了，袂晓咧了钱而已啊，袂晓，二十块咩啊，几多人？买一个，你看我这样，买两个，三个，你啊钱咧根本拢无良心的，话啥你听拢买啊，拢买骗我了钱的，你个官员，只要骗出来拢无良心的了。你搞没收啊？你们打个当时，打个呀？蛤蟆一包十块上。蛤蟆有客十块卖，包客十卖客。阿姐，这什么面呀？你收起来，看着压力也袂多了，一只尔。好啊，今仔感谢我因大礼拜了买遐济哩话。来，阿哥有要吃什么无？我是一只好啊，我买过来你问啊，问看你袂忝啊，你问我你袂烦你。啥物药就上两只免钱。我刚就叫你拿，你无啊？哦，总算来讲话啊，上。听你袂讲话，讲话我就上啊，好无？听你袂讲啊，来三百二啊，我买啦，内面食我才钱啊，钱食起我了，看着买，恁袂怕死无卖你啊，恁袂开始吹啊，两百我了，来三百食我两百块我了，两百块，有内面食我也要开两百了。收钱两百。收钱就是两百。来三个啊！好，谢谢。这我行一尾钱，一尾上到有哪百块，两尾钱个三百二啊，五尾两百了。三尾给你，四尾给你，五尾给你包团两百块了。来两百块了，一尾百块，两尾三百，两百了。三尾给你，四尾给你，五尾两百块了。最后一个上面就两百块了。来五尾两百块，最后一个上面就两百了。给钱分了，两百块来，卖个给钱出来啊！不要再拿钱了。来，我们就讲下伊三个手表去。来两包。
两包哦。你信任我好哦，你无我，你无我，你莫勉强我，你要听好。哎，你两包，啊，你唔好迄落乌白拼钱。你信任我，你要给我就好。啊，当我化了，你要给两包币，我就无买啊。啊，你知无？嘿，咱即摆开始要拼哦，啊，莫搁考虑啊。到尾啊？你到尾啊？有啊，总唔少，一千啊兆啊，一千啊兆啊，啊，我搁变。撩个撩钱撩了，然后全部送啊！你袂嘛送啊！我卖都考虑啊！来啊，端我有买两包，搁摕两包，我注意听。这个物件叫酸菜白肉锅，这外口煮一只上较无死啊！这拢免钱的啊，这只客人就好啊。来，恁三个人客好啦，走嘞。这鱿鱼肉啊，全免钱。我今日唔爱摕钱给我俩，你摕钱，我让你爽爽当呀。恁三个出来卖搞客人，两百块了啊，拢我你啦，两百了啊。你等下有买物件，你卖少啊，我规台票恁啊。你话钱拢无紧啦，因为我真正要休息嘛，买只物件好啊，久哦，我敢做贴的啊，来两百送你吃。啊，带两百块头一个摕钱的啥？阿伯啊，你啊，啊，即摆两百钱的送你，即摆两百钱的送你，来试试。